那你这个老师是不是来一下？我们听听看，你教了半天，对不对？打字的时候不能戴戒指。还不能戴戒指？对，因为把皮骨打破。皮骨会打破，皮骨打破换一个就好了嘛。因为不便宜嘛。啊。共鸣啊，对，那你刚刚打了整个都是闷的，根本没听到声音，那这哦，还好老师试了一遍，来再来一遍，哦好啊，对，因为哪位啊？非常谢谢我们啊郑中基给我们带来这么介绍这么有趣的一个鼓啊，好。谢谢，也谢谢两位老师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是林子娟小姐。哦，来了，这个是曲笛。曲笛了，这歌适合吹什么歌？其实这个也是适合吹比较中国的曲子，不过今天就是也是带来比较特别，因为要上音乐教室，好，所以不能太马虎啊，就带来一首。班主任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《小狼金桃》，双人枕头，对，那这个很有意思啊，先听前奏啊。班主任哪有办法配得上？要费玉清就有办法。哎，小哥可以吗？声音够高啊！你会不行吗？啊，对啊，害我小哥，小哥，哎，真的。好，那首歌叫我来完成一下子。哎，好吧，从那个下浪 A 在那边。好，从副歌后面来。他真的是吹得不错，好，谢谢林子娟。接下来欢迎 Happy 我细沙。哎，奇怪了哈，这边是一个炒菜锅，是的。然后这边呢，他们通通换成国乐了，对，可见而知，接下来的表演一定很有趣了啊。是的，啊，什么样的表演呢？就是我炒菜啊，你要炒一个菜，对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大家做一些非常非常棒的音乐，这样子啊？对。哦耶！
哎呦，真的没想到在这一首歌曲里面 Stand by me 一首歌呢就可以炒好一道菜，哇，真不容易。我们请郑伊健先生帮我们尝一下。可以了，我给你讲，好来，谢谢。香港人吃是很厉害，本来他告诉我他主菜很棒，但是我刚看嘛有一点害怕了的，你放心的吃，绝对不会毒死人呐。哦，哎，前辈，哎，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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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真的。创意啊，很有这个天分的一个合唱团五四三啊，掌声再来给他们鼓励一下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是郑伊健先生。好，该你了该你了，表演什么？本来我呢是他们叫我打鼓的。哎呦，本来打鼓啊，对，来吧，刚刚这个表演本来有我的，本来是有你啊，但是我打鼓太差了。哎呦，真的？对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后来呢，他很好了，他教我一个特人功能。特异功能。特异功能啊，对。怎么样表演法？这个就是啊，对于他们合作，他给我一个传授一个气功给我。气功，嚯，这个就厉害。一束咖喱咖，一杆竹瓜啦，还是冰箱。你知道那个意思吗？我说第一句是人称，就是指我们一见师兄的。这个最后这下是干什么？没有，我把那个气运到他腿那个。你们泰雅族功是从这边传的。没有没有啊。然后啊，对，可以了啦。对，也好，你可以随便的拿一个水杯。第一杯，第二杯，第三杯，第四杯。那一件就转过去。对你现在手你想要摸哪一杯，你就摸。对，我想摸哪一杯，就不要放掉。那个一件感应好了没有？可以吗？他要感应的。好了啦，好了，来，怎么了？好了，好了，让你猜。为了证明我没有作弊，我不要看那里。这是不是他们跟他讲的？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先再试一次杯，再试一试哈。但是我们一天两次对吧？一天两次没关系，我刚那个功给你很多了，没关系。今天多几次没有关系。OK， 来，好，我们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我在门口后面了。啊，对，他在后面。那人家可能不相信我了。飞哥，请准备。好，请准备。啊，一健感应好了没有？等一下，好 ，OK， 好，大家都不能做，可以吗？好，啊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都不能动啊，不能讲话。他没有碰杯吗？啊，没有碰杯，完了吧？有啊，你要去感应他的手，好不好？哦，感应一下，麦克风借一下，啊，把手举高。你要吗？可以吗？感应到。哇！我们再一次，感应到了啊！谢谢师傅，再一次，真的接触到了，是不是？他通了吗 ？OK。哦，可以吗 ？OK。
能有任何手势，观众啊。耶、yeah. ！干什么、啊？人家是正一剑，你正太剑跑来干什么？大喜我的幸福啊！这样子啊，他刚刚说跟观众握手也可以，你跟他握手，他也可以感应到。好，来四位，哦，站成一排，嗯，好，我们换四位，好吧？嗯，好，谢谢谢谢。还有两个，啊，没关系，来来来，不是你们怎么坐在那边那么矮，站起来变这样的？哦，正一剑现在在发功啊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啊，你要在这里。好，一二三四 ，OK， 哦，可以吗？好，郑伊健，好，你要转过去，不能看。他在后面拜拜。飞哥，请你握住他们的手，不要放掉。好，不要放掉，不要放掉的，我说好就好。可以开始吗？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握手，还没有。可以了吗？还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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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还没有握手。好，好了。嗯。哎呦耶！耶，太伟大了，真的是古惑仔，太神奇了，厉害！哇塞！谢谢郑伊健，鼓励一下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哎，这个反正很悬呐。今天我们就不宣布这个秘密在什么呢，下一次郑伊健来的时候叫他告诉我们，好不好？同学们下课啦，起立。